下一套啦。嗱呢套真係陰公，得我個睇嘅。新花嗰陣咧，就我頭先喺度講嗰啲套嘢嘅，咁完翻得個睇。我頂唔順喎，真係。我頂唔順㗎，我支持唔住喎。你唔係真係為咗虛冤嚟睇啊嘛？呢套嘢。我上季都講過，只要套動畫開頭大大隻字寫住冤案虛冤冤，後面從佢冇關係嘅嘢咧，都唔得垃圾嚟嘅。咁呢度完全正正嘅定論，雙槍激鬥。咁你做咩要睇呢？我睇下幾難啫。唔係，你明白？當你今日揾到似天使咁爛得嚟又搞笑嘅話，呢套會唔會有爛得嚟又搞笑呢？發覺係好失望嘅。呢套爛得嚟冇入搞笑，冇錯係啦，真係即係冇煙花，真係又冇咩得意嘢俾爆俾你。劇本好鬼死，流水帳公式咁跑落去嘅又係。咁冇啊，其實呢套嘢好簡單啫。呢個世界 A 世界有 B 世界嘅人，兩面互相殘殺，最後定咗邊個世界贏嘅係就可以生存落去。哇，好刺激吸引喎、啊！講落吸引，做落好嘅問題。第一點，你會見到聲優互相精神分裂，兩個 A B 世界嘅人同一個人就互相自問自答，互相開槍肥人都算啦。兩個人如果喺度鬥肥嘅時候，我成日諗緊咧，我唔係認得啲人嘅，其實你哋兩個劇你世界點咧？一集好笑嘅就係、是。阿妹叫阿哥个名，阿哥望住头发觉，咦？呢、這个阿妹系另一个世界妹嚟嘅，跟住大家开枪射了。另一个世界阿妹，系啊，一扎系好奇嚟嘅，系嘛？你班友仔都认唔到嘅话，咁我哋啲观众点认呢？我想问。咁咪两个都认做妹咯 ？OK 啊？编剧都算聪明噶啦。A 世男主角着黑衫 ，B 世嘅男主角着白衫。我 one P 色同 two P 色啊？系啊，系啦、啊，就咁、是、情况就系、是、格斗 game。冇錯啦，好奇怪嘅就係，哇！最神嘅就係佢哋話明雙槍激鬥嘛，咁用槍武器呢、這個唔係問題，但係見到佢哋互相攞槍肥，由頭肥到尾，肥咗十幾日集之後，發覺真係整一槍下面嘅人其實唔好多嘅，真係落空次數非常之多。咁冇㗎，咁我嗱，就算我哋新翻嗰條睇係死咗阿哥啫，唔係死咗阿哥嗰個保鏢，跟住之後就應該冇死人啦，發覺係，就算死都唔關槍事嘅係，即係死於其他問題，不是俾槍射殺。咁激鬥啫，冇話相槍。咁你哋即係話你全部變咗乜零個位嘅？主角開頭嗰度好勁，我哋話套咗佢好似 call up 功能啊嘛，啲仔會慢落嚟啊嘛。後面係完全冇用過嘅，差唔多係。呢能力係攞嚟做咩嘅咧？係反而女主角會多一個技能，佢有咩防禦罩？但問題呢個唔係出嚟喎，呢、這個原來係發覺係佢升級嘅時候要求呢個技能值呢個武器嘅係。點解會升級嘅？RPG 嚟㗎。設定上佢哋打完之後個能量方法，攞翻百件武器之後就會升級。但點升我就唔知嘅，係原理係升完之後咧，佢話阿女主角就話需要一個防禦技能嘅裝備，咁好問題。唔係嗱，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即係呢啲都算啦，我覺得設定嘅嘢我哋都講過好啦，唉，我算啦。咁其實個故事其實係講啲咩㗎？最後到最後佢哋發覺，即係嗱，我哋開個講啦，生翻個未來嘅人就話、你哋要互相戰鬥，最後死剩嗰條有個世界就會成個整個世界咩？其實呢個陰謀嚟嘅，因為未來世界就係俾班未來人，即係未來人係俾殺人。殺人就希望未來世過去世界嘅人戰鬥，戰鬥之後令人到去一個佢哋嘅未來，即係未來世界嘅人希望擴充翻而家呢個世界嘅人嘅走向，去翻佢嘅未來就要。咁，但係佢哋係屬於兩個平行線嘅世界嚟嘅喎，唔係就係未來世界兩個平行世界會互相相遇，然後開戰，然後進化出呢個殺人出嚟，咁殺人就控制呢個世界嘅就係、是。所以要令到呢個世界提早控制喺佢哋嘅所知未來之下，就要翻到過去控制兩個互相開戰要。咁但係如果佢哋嘅出現係必然嘅話，咁冇錯係啦，男仔得咗病，既然係必然嘅話，你使唔使要狂操我哋呢？即係擺明就有不穩定因素啦。最後嗱，而家就係你哋如果咁樣嘅話，其實係你哋係贏緊㗎啦，即係你哋喺未來世界你係贏緊，一定會出現嘅。你哋係出現咗，而家已經贏緊呢個世界㗎啦。咁你哋翻嚟要佢哋打，咁做咩㗎？冇錯，要贏得更加易。男主角開頭好諗，而家篤住個筆就話：其實一定第三個未來嘅，唔一定未來嘅。但問題我諗緊，咁既然咁未來人翻嚟做乜鬼呢？理論上有合理道理，因為未來人因為有個未來人翻咗過嚟，佢又整咗即係開頭呢個細落小落嚟嘅，會係就係、是、呢個咩所謂鬼啦，就係、是、佢就翻嚟就叫翻過去嘅人唔好做唔好聽未來嘅嘢，咁就當然係未來人追過嚟啦。但問題覺得，只鬼講嘢其實唔緊要噶啦，由佢講咯，都唔會影響未來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即係多嚿魚啦，冇錯，成成都多嚿魚，到最後咁即係殺人係多嚿魚啦，幾好犀利 ！A 世 B 世界打完殺人啦，就話其實呢我都係唔好妥你嘅宗旨，你嘅命運，你嘅要求，跟住我哋又繼續開槍射大家啦，就係咁我話你打嚟做乜鬼嚟？都係即係男主角 A 世男主角覺得我哋應該共同攜一個美好未來 ，B 世話唔得，我要咗一個獨裁嘅未來，但呢個未來就可以完全抗住殺人嘅就係、是、咁。其實我覺得
你兩個又係，即係又係 U B 兜嘅情況。大家講嘅理論都啱，大家唔妥，大家就開槍打。咁我覺得你打做乜鬼咧？啫咁樣咧，其實殺人係唔需要㗎，殺人冇錯啦。所以咁，正話呢兩個世界嘅人主張都咁極端嘅話，咁其實你唔需要介入，佢哋相遇之後，佢哋都會發生同樣嘅問題㗎。係咯，殺人喺度，你哋會打；殺死咗，你都會繼續打嘅話，咁覺得其實出唔出嚟冇所謂多屎灣就彈啦，多嚿魚啦，真係。咁啊，其實最犀利我得翻頭先問題，頭先講到話我哋能將個 cock up 功能，即係話你講到好似每一個參賽嘅人都會有一個超能力，但發覺得男主角有啫，其他人係冇嘅係，即係女主角咩能力係冇嘅係，咁我覺得呢個設定係多餘嘅又係，即係你後面都冇用過，根本就男主角係，即係大家互相開槍肥就肥咯，鬥肥咯，其實冇嘢㗎，有 cock up 都唔用嘅，其實點解係？算啦，所以其實好脱離，開戰理由無謂，打交理由多餘，到最後結局更加唔知做乜。所以冇睇咯啊！繼續見之明都話落我上季理論原案掛住虛於仲好大隻寫 O P 嘅嘢，都想都係垃圾嚟嘅話咧真。嗯，阿君咪有套赤龍戰爭咯，我第一集即刻睇套嘢，我話明先真啊。咁新翻再講啦，我哋呢、這個嗰套據聞第一集已經經費唔知去咗邊度咁樣嘅咯，已經係啲經費低到一個點啊！聽聞講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下集再講啦，我哋呢個。我哋新翻再傾下，我哋新翻發生咩事我哋。好，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